主席，能夠成為問責官員呢，不簡單，必須是精英中的精英，有個人之處。因為問責官員呢，做人處事呢，是很多市民呢的榜樣，學習的對象。主席，你勾耳仔，即是不是不同意我的講法，只是聽不清楚。所以呢，問責官員呢，每一步呢，做事每一步都要小心，要穩妥，每講一句說話呢，就必須謹慎成熟，是不能夠任意妄為，更加不能夠不顧後果的。嗱，今次的事件呢，充分暴露了，反映了某些官員，我不夠膽說政府，因為政府有很多官員，某些官員的處事和行為沒有了方寸，沒有了規矩，沒有了秩序，我很匪夷所思的。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呢，就是亂；兩個字來形容呢，兒戲；三個字形容呢，離曬譜；四個字形容呢，目空一切；五個字形容呢，霸王硬上弓。主席，試問如果有些官員制定政策、推行政策、執行政策沒有方寸、沒有秩序、沒有規矩，你說這個政策可以成功制定嗎？可以得到人支持嗎？可以落實嗎？可以令到市民信服嗎？沒什麼機會。事實上，今次張炳良局長的處事和行為已經造成一個很大的壞榜樣。剛才我聽到有些泛民派的議員陶謹申或者何秀蘭議員多次引用我昨天在特別會議緊急會議所發言，即不是不知道是否代表他欣賞我，你又不需要欣賞我的，只不過呢，其實我所說的都是真心的說話，是金石良言，只不過有些人不夠膽說，我說了出來而已。但其實夠膽說話亦未必一定好下場，欣賞我的人亦都未必一定好有好下場。剛才梁家傑說，說今次的事件呢，就是 CUI 我特首因為跪低，向地產商跪低，我覺得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說法。這件事絕對跟特首梁振英是無關的，因為我很清楚了解整件事呢的始作俑者是張炳良局長。張炳良局長勝利衝昏頭腦，以為今次推出這些雙辣椒可以立大功，所以就亂了、急了，做了些事呢，是令到我們的議事堂很多位議員是不認同的。廖長江不是委員，在修正案截止前一刻作出的修正已經令到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姑且在今天梁繼昌你提出這個終止辯論，我不發表意見去講這個想法，但是在個委員會經過了超過一年漫長的討論交流意見之後，在結束了之後，突然間有兩位行政會成員林建峰議員和李慧瓊議員說一路都很顧全這個行政立法的關係，所以通過不同的途徑就將我們議會部分委員會部分意見向政府反映，從而呢就提出今次引起軒然大風波的建議。其中一個仲係主席喎，仲一個提建議唔夠，搭馬兩個出嚟提建議，殺大家一個程咬金。我相信佢亦都希望保駕護航，希望呢條例暢順。但可以話俾大家聽，今次呢個事件只係令到政府俾人覺得係貽笑大方做嘢。亦都因為昨日法律顧問再三強調，這個口頭承諾
是没有法律效果的，从而已经种下了将来如果真的过了的是将来一些祸根和一些危机。因为张炳良局长都说了，他不能够保证下一届政府会同样作出这个今届政府的承诺，即是说随时会令到一个政策是朝令夕改，一个内容亦都是朝令夕改。所以不单是李慧琼和林建峰的做法不单不能够保驾护航，还可能坏了一件大事，帮到忙。我可以说张炳良这一招呢，这叫以为高招，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局长、主席，我们就刚才今天的议会上很多同事都讲，究竟法律、究竟你口头承诺是不是真的没有法律效果，之后将来是不是可以执行呢？我想讲讲一个故事。譬如举例，一个年轻的夫妇是通过一个自由恋爱，互相好深爱对方，山盟海誓，大家都作出一个好庄严的承诺，我会同你一生一世。但是如果那个新郎是想着不同他签一个结婚证明书的，你那个新娘是不是一定很放心呢？他的外父外母是不是很放心呢？而将来如果真的这个新郎做了负心郎，不信守的承诺，这个新娘、这个女士有没有得到保证呢？有没有得到保护呢？是啊，刚才局长说我们都有会议记录的，他们可能摆酒结婚时不去注册登记，都有现场录影的，有拍晒相的，有结婚相的。那到时是不是可以拿些相出来，他们已经是有法律的效果呢？这些叫做庄严承诺啦。我觉得即是局长要三思咯，你不可以一路做局长做下去的嘛。这届政府都不可以一路一路做下去的嘛，总会一代新人换旧人的嘛。Bingo， 我只要趁李慧琼主席在这里，那个委员会讨论了年几的了，大家亦都讨论过很多不同方面，包括豁免什么慈善机构又好，十八岁的年龄分界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位议员为什么不在那个修正案议案截止日期自己作个修正，而私底下去跟政府谈一个口头承诺出来。其实这件事呢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他们两个搞外围啊，搞外围，好好地有个投注站去投注，打张飞出来有证有名的不做，就讲不切了，就买外围。外围有什么呢？有个风险是什么？就是走数嘛，啱嘛？外围可以讲住先，用口数嘛。为什么要搞外围合法化呢？场内投注唔得嘅咩？场内处理唔得嘅咩？要搞外围合法化？唔明，我唔明啊！我唔明啊！真系唔明啊！我唔系针对任何人，即系我觉得真系实在系冇晒规矩、冇晒方寸、冇晒秩序啫。今日我好希望咧，局长都唔急在一时三刻啦。二月到三月都是相距一个月而已，有很多事都是欲速则不达，可不可以听下大家的意见，从善如流，知错能改，迷途知返，拨乱反正，押后这个二读呢，大家再有商有量，甚至开多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四次的委员会，将两位好想帮想完善今次政策的议员的意见重新纳入去讨论呢，
尋取一個共識咧，收窄個分歧咧，然後就喺三月份下個會議再提翻出嚟咧，係咪真係一定要一意孤行？今日一定要霸王上硬弓去處理今次嘅事咧？係咪呢一個月一個月就係整個地產係會有翻天覆地嘅變化？你係等唔切咧？淨係你知道有咩事會發生？是會準備有人加息啊，外圍加息啊，有金融大海嘯嚟緊咧，你非今日做咗不可咧？我相信未必係，只不過你嘅性格想一意孤行，呢個係唔存在威信嘅問題。最緊要做好件事。所以剛才啊，局長你同阿梁繼昌講話，哎呀，對你提出呢個終止辯論，我感到遺憾。呢句說話其實我對你咁一意孤行做嘢，冇規矩、冇秩序、冇事、冇程序咧，我都感到非常之遺憾。主席，最後咧，我希望咧，政府聽咗大家今日咁多人意見之後咧，從善如流，跟足規矩，做翻應該做嘅程序。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有冇其他議員要？